那总统知不知道馆长曾经很不礼貌？当然在那边，那你也不会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唯一的一个。OK， 看到年轻人愿意服役，我都觉得很感动。军人这个部分是我最欣赏，像中共我也是我蛮欣赏，对，因为我也常常的。希望你们真的挑起保家卫国的责任。不同的战争形态，它有不同的配线。反正你们爱讲什么讲，不要讲一讲被人家处分就好。我看到观众很紧张，我就紧张。我还以为我打得够帅。这是陆战队吗？这女生跆拳、举拳、举拳的。我觉得那是国小就开始练的。我以前就是想从军来挑战自己看。谢谢爸爸妈妈从小花钱送我出国留学，回来之后我还是毅然决然加入陆战队。当现在五年了，虽然担心我，他们还是每次都很支持我。真的，爸爸妈妈真的爱你们。那最后带请的四位给未来想要报效国家、想要加入陆战队的一些建议。没有吓着你们吧？我刚才在外面看你们的节目。馆长，我们这四位怎么样？因为国人现在认为当兵就是米虫嘛。这四个哪看起来看像米虫？这一点都不像米虫。优秀的，所以我要试图让这些在军旅中的年轻人去告诉我们台湾社会，我们绝对不是在演戏的。大家总统知不知道，馆长以前曾经这样很不礼貌？当然在那边。那你也不会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唯一的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但是我倒是要谢谢你替国军讲了很多话。因为有陆战队超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因为陆战队对我的教育真的是，如果今天没有陆战队，就没有馆长。报告，我们今天向您介绍我们目前国军啊，这个每位官兵所配发的战斗各装，这个都会比较轻便，而且它内部里面内衬有这个海绵垫，提供了我们官兵非常好的一个舒适的感觉。那这些战斗背心呢，它是一个模组化的设计，它可以有快拆快取的这个功能。在内衬里面有一个防弹钢板，那这个腰带它除了可以支撑我们的这整个的腰部之外，它还可以配挂手枪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配件。现在天气这么热，穿这个会不会？我们另外还有一件战术的透气衫，平常我们穿着战术背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穿着在里面。跟你们以前穿的超高，光个护肘跟护膝啊，18000里。然后我们以前要卧倒嘛，常常卧倒跑啊，跌倒。这么破皮，这么破皮，回老家嘛是搁咧枪啊，像现在人家用，对啊，这样才对的，这样才对的。我们还留住了陆战队特有的这个古文，五班的遗产，对陆战队的骄傲。非常好，谢谢总统，谢谢。总统现在所看到的这一片红色的器材，全部都是馆长个人的捐献。不会叫我那个吧？没有没有，这个是史密斯，它可以训练到我们全身，这样对膝盖的压力很大。所以你要会蹲，要往后倾，不是向前蹲。好专业啊！因为之前来看他们的器材，实在是惨到一个，我说算了，不来买。这个跟我健身房是一模一样的，我健身房是使用的都是这些。看起来蛮高级的呀。而且它很容易就磨损，然后就要换皮。如果这边的器材有任何的问题，马上通知我，马上叫机构来修，都算我的，没关系。对。那其实现在你可以问一下年轻人，现在健身几乎是全民运动了。也谢谢总统啊，对于国军现在的资源也比较多，我很讶异。当然，我这个不是偷懒，或者说帮。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从装备到住宿，到战斗加急这些东西，其实都有在做改。总统不讲，我们没有人知道。这个是我们在很多的改革上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因为我们要让军人变成是一种专业，而且是令年轻人这个很骄傲的。而且总统你知道吗？在这个非常时刻，我们的国军弟兄才是真的是要受到国人的尊重啊，然后要真的要服役。对，我有时候看到年轻人愿意来服役。我都觉得很感动，爸爸妈妈愿意把他们送来这件事情要谢谢。所以我们政府应该要跟我们的这些台湾的父母讲，我们绝对是会照顾你的小孩，让你的小孩从男孩变成男人，还有女孩变成一个大女人。现在继承的也蛮多的哦、okay. 所以我对台湾的女生我觉得蛮骄傲的，希望你们真的挑起保家卫国的责任，继续加油，国家未来的希望，希望他们都对得比我好。有什么话想跟公公讲吗？你不要吓他们了。我们整个营舍改建总共要花到1000亿，营舍现在都是四个人一间，即便是四个人一间，都还两套卫浴设备。哦，也是要啦，因为如果你要全募兵制的话，人家要牵得下去，其实就是最基本的照顾。对，当军人也是一种专业啊，而且更应该值得尊重，因为他是拿性命在保卫国家的。我们要提升国军的形象哦，好的年轻人才会，那国军才会好，更好。
所以你今天来很重要，就是去激励很多的年轻人。想说如果大家招募兵都顺利，然后国军训练坚持，那当然台湾就可以自由啊，维持自由民主，然后会继续大家继续生活，不要像大陆一样，就有人认为台湾是你的，奇怪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我从小到大我睡觉给谁？对啊，我选哪一国总督啊？哪一国总统？哪一国市长？没错，我从军，我国家精神标杆，永远忠诚。这会太小吗？其实你腰还蛮细的，可以。一辈子也许就一次。谢谢。OK。谢谢，我有看你的节目。OK， 不要看，不要看。蛮好看。你根本受不了啊！整个干干。除了我今天蛮好的、啊。没有，当我正常的时候都会很正常。你们女生在这里不会觉得很辛苦？我也觉得很辛苦啊，但是还是想坚持下去。好，这种意志力恐怕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。加油！谢谢导播。我看到年轻的军人，我都很高兴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吗？喜欢的话，请订阅，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那我们会释出更多的独家内容的影片，敬请期待。